给你看。烦死了！老公，出来看我给自己新买的衣服，好看不好看？去哪买的？行行啊。你没事，你不是买的吗？钱也给你买了，你又没给我买。你自己不给我买，我自己给自己买咋了？不要乱买，不花钱吗？我看看。瞎买，这刚才就是网上买的。这里啊，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两个 T 恤，你看这个 T 恤跟你那个绿色一样，还有一个黑色的，黑色就比较简单显瘦，还有一个阔腿的牛仔裤。你看你那裤子感觉真不好看。哪不好看了呀，我买啥衣服你都觉得不好看，我喜欢就行了。你不给我买，我自己买，你还那么多事儿。你那着不给买。买了。昨天不是没时间吗？昨天没时间，那走，现在出去。你都买完了，我咋去？你穿上，我试试，我看看，快。咋？这一试了吗？我都随口说说。我试试，你看看嘛。好看。我试试。嗯，好看。真好看。说实在的，我感觉一般吧，真不是很好看。裤子胖，上身瘦。那穿衣服它就要讲究上瘦下胖，那我上面再穿胖，下面穿胖，那不更胖了吗？没法跟你说，你这，我都是。咋了？不说睡觉去吧。想说你说，赶紧说，不说都别说。你咋别说啊？我自己买的，你先瞅。你下回你给我买好看的，我不该穿给你看。